这个单元的课程是去背，去背的定义就是可以将你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你想要把它背景或者是某一个主题，你想要把它去除掉，然后呢用另外一个背景或是另外一个主题来把它取代，那么这一个的功能呢就是去背。那么我们要如何进行呢？请你将你的游标移到我们的素材库，我们来看这个范例。比如说这边有一张照片，那么照片呢它基本上是没有天空，那只有一片的大草原再加上山。那么假设我想要把这些山拿掉换成一个蔚蓝的天空，那我们要如何去进行呢？来，请你将你的游标移到你的素材库，然后同样的把它拖移到你的编辑轨道。那么我们过去在讲编辑轨道是二轨会优先于一轨，那么我们今天是要把背景，也就是二轨这个地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照片呢，想要把它去背。那么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要编辑的主题的这一个的照片当作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前景，也就是在第二轨，就是会掩饰掉你的一轨。那么我的一轨呢，假设我现在是想要把这个的山的背景把它拿掉，那想要把它替代为一个蓝蓝的天空，那我们这边有一张照片，后面呢都是蓝蓝的天空，那或许我们会问说啊，那这个山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只是需要这一块的蔚蓝天空而已，那么它可以被我们来使用。那我们怎么做呢？也是同样的，把你所要应用的这个蔚蓝的天空把它拉拖移到你的编辑轨道第一轨。好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轨放进来的时候，那二轨呢，是我们把它播放看看，二轨呢就是主题，那么在还没有去背以前，一轨你会看不到。那我们呢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去背的功能，然后来把我的蓝天把它呈现出来。各位同学，请你将你的游标移到修改，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叫子母画面设计师，然后这一边有一个色度去背勾选。那我们的色度去背的勾选，现在你会看到的是一个蓝天白云，那基本上这个不是我们要的，那我们要的是去，不是去这个蓝天白云，我们是要去前面所说的这个的大草原的山。那表示我们这一边呢，当时在点选的时候是点选轨道一，所以它出现的是轨道一的去背，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要的咯，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取消掉。好，那取消掉，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第二轨，点选第二轨，然后修改。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背的照片咯。好，那启用色度去背，然后呢我们要的是要把这个的地方把它去除掉，那我们就点选这个滴管，请使用滴管选取你要移除的色彩，点选它，然后把它拖移之后，然后点选在这个的山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它选比较有对比的点。好，那你会看到咯，哎，山被我拿掉了，那基本上你的背后呢的这个的蓝天就已经被你拿出来了，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修饰拖移一下。好啦，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的蓝天白云来当作你的背景了哦。好，那我们就把它做储存。好，那各位同学你会看到了，这个就是我已经被我去背掉之后的一个蓝天白云所出现的，那我们把它稍微再做一个拖曳的修饰一下。
好，这样的话看起来是不是就更选择的很 OK 了呢？对不对？好，那这个的蓝天是从哪里来呢？这蓝天就是这一张照片。那原本的主题是一个山的这个主题已经被我去背掉了。我们来看看，假设我把它拿掉这个照片的话，点回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是被我去背成黑色的了？所以我们把它拉回来，你会看到蓝天就会出现了。OK，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播放看看，是不是蓝天呢就被你把它背景去掉了？那同学，假设你有好几层要去去背，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办？做多次的去背动作，也就是一次去一个颜色，一去去一个颜色，然后选择背景的颜色呢，或者选择背景的照片呢，就要审慎的去做你所选择要的，然后把它选出来呢，让你感觉就不是很突兀这样的一个方式。好，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去背。那有这个是照片的去背，那影片可不可以去背呢？影片当然也是可以去背的哦。来，我们来看我们社大老师所拍摄下来的这一个影片。好，那老师这个影片呢，我们把它拖曳下来之后，然后我们来看看老师的这个照三、片，这个影片。一，那你各位同学有没有看接到？触刀刃技术现班，在这老个师是的我们这在个三线社影大十片，多年技所术开方过课面程的是总对，整理，我们是让绿些色的来背。认识他台湾。说：“那我想要把它套上。老师是在一个大草原底下，然后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课程解释。那么我们同样的就要把背景的照片也把它拖移下来，放上去。好，那现在呢，我已经把我的背景的照片放好了。那同样的，我们要选择这个来做去背，所以请各位同学点选这一边，然后按修改，然后启用，选择滴管拉过来去掉。好啦，很神奇是不是？你看。绿色的布幕被我去除掉了，那就只剩下我们所选择的这一个的大草原来当做老师的背景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把它完成一个去背的动作了。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做一个播放看接看。触大自然，台湾三类强制基础班，我是课堂的讲师严好，宏。是不是很酷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去背的动作。好，时间再交给各位同学自行练习。